超卡哇伊的 Kitty 烙印在挂包上，光看就好疗愈。餐厅落脚台南，餐点也入境随俗。蛋仔面卤味十足的台湾味，尤其茶饮用的杯子、茶壶，通通都有 Hello Kitty。看到 Hello Kitty 手上端着茶杯，就知道这家餐厅也卖到底台湾茶。开幕第一天，人潮挤爆，五六点多就来了。为了一圆我老婆的梦，我老婆是个 Kitty 控，那我非常喜欢她啊！今天又是我生日，所以顺便过生日。粉丝来朝圣，有人六点钟就来现场排队，因为这家 Kitty 茶饮店六月中开幕前预约已经满到七月底。以台湾茶饮为主，是官方首间授权的 Kitty 茶饮店。Kitty 餐厅在全台走的风格可是多样化，还有专门的火锅店，甚至是整间粉红梦幻风格的西式餐厅，就连餐巾纸也是 Hello Kitty， 更别说每样餐点上都有 Kitty 点缀，用餐就宛如置身在粉红泡泡里，可爱耶！主题餐厅早就是热门战场，还有这个 3D 立体的布丁狗一上桌，同样也虏获粉丝的心。有了布丁狗坐台，餐厅人气大加分。来到高雄这家查理布朗餐厅。边用餐一旁就是史努比陪着你，点杯咖啡，上头查理布朗的雕花，看着粉丝心花怒放，想成功吸引粉丝用餐。业者强调，正版授权可爱餐点，萌翻天的装潢都得有巧思，竞争激烈。这回 Kitty 餐厅以道地台湾茶元素加入主题餐厅战局。记者纪博士赖碧香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